长，这是韩国语吗？是韩国语吗？一下车，外套都还没穿好，面对记者喊话，手还被卡了一下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出席党内感恩参会，前国政顾问黄成国也特别来到门口迎接。搭档参选的吴欣盈当然也没缺席。因为龙头，有觉得你都蛮压制是谁？要问新进的立委哦。总统选战老臣把球丢给新科立委，在国会就职前举办感恩参会，出席人员也格外受到瞩目。准立委林国成还有黄珊珊不意外现身，另外网红艾丽莎莎和馆长也都出席。四叉猫曝光参会内部合影，照片中包括实况组丁特、图秋都是座上宾。挺客立场鲜明的馆长陈之翰，还有参加选前之夜的艾丽莎莎也到场。政治组除了两位准立委，还有党内市议员黄静莹、陈佑成以及陈世轩出席。但在党公职团员的场合，却不见挑战台中第一选区的战将蔡碧如。昨天的我呀，一样嘛，可能是距离的美感，没人通知我。对，你现在你问我，我又突然愣住，昨天是什么尾牙？嘿，言下之意不是没去，而是根本没受邀。细看出席参会的阵容，可说是战力十足，包括黄珊珊和林国成是国会的新战将。另外一群是有科网红，具有庞大网络能量，空战能力不容小觑，也多少展现出白银现在的战力。我因为选后我已经有答应我选区的选民说我会继续留在台中。那中讲回来，中央委员他就是一个职位啦，我不管在哪里，那他因为反正有时候党内也常常开议。这个云端会议啊，民众党战力分布从一场参会中透露端倪。华视新闻张正前、张正杰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